这是学校的椰子树，哦，很高哈，看起来很雄伟。那曾经旧教材有问过同学喜欢学校什么校园植物，那很多在中正楼的学生会回答椰子树，他们说风吹过椰子树沙沙的声音，很有南国夏天的感觉。那高的这个是大王椰子，矮的这个是黄椰子树啊。那大家有没有看见？我现在是在中正楼到至善楼的通道上，你看。我们这通道在盖的时候，竟然还为了这个椰子树还闪开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有个凹进来的样子，很好玩。那当然，我们这样看过去，一排椰子树哦，没有台大的椰林大道那么雄伟啦哦。不过这样子感觉看起来是很棒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么小的校园当中哦，学校的椰子树哦，大王椰子还有黄椰子。